是进来的，司机的话，他到了二层。
麻就是正常的量，它麻是不麻的，它也就是正常的。你不要吗？不要也就得说一声量。因为它也是不麻，它就是正常的。出锅。好的好的，行的，可以。你们这是直播吗？现在没有。Thank you.
嘛，我也去找你嘛，就是发展。小吃古老而传统，十一元，十一点一一元放肆吃，十一块，十一块，只要十一块。咱们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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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
蛮好吃的。哎，可是吧，好好走。外加三个，都整那个，六个，现在都是五十个，我不按照那个，五十个是几啊？小胡同，好好看一下，请看一下啊！一个咖啡，好像下个粉了。
食材宴请八方客，迎接南昌重庆菜，乡土食材，好吃下饭，来自重庆的地道菜。餐饭店一份三色十五元一份，米饭团再配十元两盒。热栗子，热栗子，刚出锅的热栗子，泰国金针榴莲30.88，新鲜蓝莓25元两盒。热栗子，热栗子，刚出锅的热栗子，能吃吗？考上了清华，刚考上了复旦，考上了北大。来，香酥洋芋片，现炸的洋芋片，有紫薯片、山药片、苦荞片，洋芋片都是现烤的。
个。越热爱，三十九年团结美元，现实新老发生，抓紧抢做法。香菜小炒，精选优质食材，匠心烹饪，小锅现炒，小锅现蒸，品尝美味，好吃不贵，营养不假。就吃新鱼塘，新鱼塘现炒全鱼，活鱼现炸现炒，辣不辣都有。
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